主裁判李海鑫一声长哨，双方上半场的争夺已经开始。各位球迷朋友，您现在收看的是 PP 体育为您带来的中超联赛第十一轮，长春亚泰坐镇主场与北京中赫国安的较量，这是他本赛季的第一场中超。之前又打身后越位了，越位了。今天比赛的第二助理裁判是杨丽，但在这个看朴成，看朴成，哎呦，送的舒服啊，倒地。这球、啊、裁判没有点球，巴坎布啊想找，哟，是手戳了吗？也是视频助理裁判进入了一下，是吧？怎么判呢？这镜头切的有点让人着急啊！点球。点球，点球，对，十五分钟点球出现了，嗯，绊倒了巴坎布，索利亚诺，非常轻松，高级，高级的点球，高级的点球，是索利亚诺打进了个人的第五个进球，上赛季呢，他加盟国安，实际上打进了十六个球，索利亚诺这个点球罚的哈，啪，哦，索利亚诺打门，哦，偏了一点，这脚射门力量非常足。火力全开，左脚四十五度传，吹了攻方犯规，够狠的。再看一下啊，本来不在自己的位置上，对，但是也拼命的向那个位置上扑。索利亚诺，弧线球，拉了一个弧线球啊，弧线不够，稍微偏了一点。他要轻推给比埃拉，也是一个处理啊。走进，好球，范晓东打门。左脚斜射稍微偏了一些，马拉多纳嘛。哦，倒地打门，着急了。立足稍微软了一点啊，这脚打飞了。这球太着急了。嗯，他球八一停下来。对呀、啊，这一停路子比较接近。二点球。哇、哦，索里亚诺站在球门区的线上，这脚给打高了，这个太不容易了。好球，大踏步向前，但是太趟的太大了，跟伊哈洛身体有一个相撞啊，自己的右侧的肩膀好像下巴也被撞了一下。巴坎布在接应，进禁区打门，伊凡将球得到，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伊哈洛打门。索利亚诺，哇，就这三个人，就这三个人，就这三个人。七十分钟，巴坎布进球，索利亚诺助攻。你这个时候你看不住索利亚诺呀，我倒觉得情有可原。但是巴坎布那么长时间，你最后跟不住。索利亚诺一个进球，一个助攻。洛右脚周大地传球。打门，哦呦，点球点附近，伊哈洛停球以后转身左脚打门，右路，看传中，哎呦，又是郭全博，没有脱手啊，没有脱手，这违背啊，真的太软了，是，哇、哦，所有人都过半场了，一大跑，速度没拉起来，这不是一大，王自敏。这时候你就一将胜勇，先切呀，先站位呀，这球肯定是往里赶对赶啊。他我觉得两步应该带的有点小，应该再带大点。伊哈洛，推这球有了吧？不，还是被王全博补。郭全博。主裁判这个时候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。我们看两个中卫，都过来，包括左边后卫、都跟 U 二三的首发门将郭全博。右边后卫，这四个后卫都第一时间来跟他们的年轻的首发门将。